没用的，你早就被劫持了，被暗网幽灵附身了。我是不该存在的 bug， 这里除了你，没人看得见。过一会儿会有人来干掉我，但亲爱的局长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想看清真相，想抓住命运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吧，就像你和所有禁闭者那样，为拯救世界而战。算了，还是轻松些，把它当一场游戏吧。我们玩大点。